何为大学？ 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 公元1924年， 孙中山先生在这片土地播下知识兴邦的火种。 郭富有云， 余观列强致富之源 在于实业， 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要计。 自此， 担当的精神薪火相传， 融入华南理工大学的血液之中。 担当工商强国， 担当国运民生。 1982年， 工商管理学院前身 管理工程系诞生。 站在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， 学院的肩上， 担当的是一个时代的发展。 一个学院的伟大， 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， 而在于它在社会发展中 所做出的担当， 在于它为社会 奉献了什么样的学子。 30年来， 一位位前辈学人兢兢业业， 薪火相传， 化陶玉璃， 耕耘不辍。 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现代管理学的思想在这小小的院落里碰撞交融。30年来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用他们的所学所悟参与了一个时代的经济腾飞，担当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崛起。 30年的担当，足证我们华南企业家摇篮的美誉实至名归。我们一直在思索，在社会转型之中国，如何培育最有价值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？我们提出了关注企业、注重时效的价值取向， 形成了以重基础、重能力、重创新、重实干为特点的培养模式。我们前瞻地看到了全球趋势，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，推进教学与研究的深入。我们建成了完善的教育体系， 包括学士、硕士、博士的系列化教育，形成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工商管理的学科优势。我们坚定地行进在研究型商学院的道路上，整合和成立了15个科研机构， 成为新型工业化创新发展的学术平台。今天，更年轻、更有活力的新一代学人，正站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，利用更好的物质条件与外部交流，克勤克谨，担当起建设中国第一流商学院的新使命。 30年的开拓，30年的发展，时光见证了工商管理学院整整一代人的成就。我们担当过历史，担当过变革，而明天，我们更将担当未来。